我问你，钱呢？这里边放钱了，你告诉过我呀！这个晚上发生的事让人始料不及。我们几个同乡在一位老大哥家聚餐，就在晚宴快要结束的时候。 女主人突然说：“保险柜里的百万巨款不翼而飞。”武强，这怎么回事啊？难道在我们这些客人中，有谁会是小偷吗？各位，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呢，大家先不要相互埋怨。啊，嫂子的意思是啊。 钱肯定是今天晚上丢的。今天晚上，到底发生过什么呢？今天晚上，哼，我们一进门就碰上了堵心事儿。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出身大城市吗？不就是瞧不起我们这些小地方来的人吗？我就不信了，送个礼还能把你们家弄脏了。 过节不好好在家待着，非跑这儿来受气，还带什么土特产？这下打脸了吧？不能这么说。哎，你干嘛呢？我把箱子腾空，赶紧扔出去，别把人家房间弄乱了。 把箱子扔出去了，啊，哈，什么意思呀？这是一个有着极强自尊心、个性泼辣的女人，对于女主人的傲慢，她肯定早就心怀不满了。这个晚上。 当他觉得遭受了羞辱，会不会采取某种报复的行动呢？也许他在房间里找到了没有被妥善放置的保险柜钥匙，取出了百万巨款，然后放进纸箱，以扔垃圾的名义把钱带了出去。干嘛呢？我把箱子腾空，赶紧扔出去，别把人家房间弄乱了。 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是吗？但是，不等于不会发生。当某些未被节制的欲望和利益诱惑突然相遇时，谁都不能预料会出现怎样的一幕。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过类似的事情，在那些令人惊讶的情节中，隐藏着太多的叹息和警示。
案发地江苏连云港。一个女人的种种怪异行为究竟透露了怎样的信息？在令人不安的氛围中，一桩谜案浮出水面。这条朋友圈消息是一个名叫以兰的女子所发，时间是2018年2月3日早上8:43。2月3日上午9点，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说内容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打工，努力一年。这一行看似极为平常的文字，却引起了连云港警方的高度重视，因为再有十几天就要过年了。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外出打工，不由得令人生疑。按照一般情况下，你应该是民工返乡，现在过年你不可能出去，不应该出去，时间几点有问题。警方之所以对以兰的微信朋友圈如此关注，源于以兰妹妹的报案。我们分局的浦西派出所接到了这个受害人伊咏梅的妹妹，到派出所报案，她的报警。主要内容就是他的姐姐这个联系不上了，人没有回家。报案的时间是2月4日，显然2月3日以兰所发的这条朋友圈信息并不足以打消家人的怀疑，他们根本不相信以兰已经去了上海，因为这不符合以兰一贯的行事方式。2月3号当天要去帮儿子开家长会，但是他没有去。本来是2月2号说好2月3号上午10点的那小孩家长会，他要去了。马上到10点的时候，小孩一看他没去和他联系，拨打他电话，他不接。这种情况以前是没有过的，只要以前说儿子有家长会，他都去，他很关心儿子学习的。一向疼爱儿子的以兰，竟然缺席了学校的家长会，而且事前没有打招呼，这让他的家人感到难以理解。更为奇怪的是，此后以兰的儿子不停地拨打他的电话，却始终无法接通。直到9:53左右，距离家长会只有几分钟了，以兰的手机才发来了一条信息。上面信息讲叫你爸去接，我在这个上海签打工合同。直到这时，以兰的家人才发现，这天的上午8点多。以兰的微信朋友圈就已经更新了动态，声称要去上海打工。但令人不解的是，以兰此前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要换工作，更不要说会去外地。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真的说走就走呢？当时家里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家里说一直都一切都挺好挺正常的，怎么突然在年前这个节骨眼出去打工？所以而且他之前也从来没有跟家里人提过说手头缺钱啊，想出去打工啊这种想法，家里人都感觉措手不及。然而仔细看看以兰的这条朋友圈信息，却让人不得不相信这一切已经发生了。他说他已经是到了上海电子厂啊，然后他朋友问他工资多少，他1月6000。相比以兰在连云港本地的收入，这样的薪资水平也许是他匆匆前往上海的原因。可是抱着这种想法的家人很快就意识到这个理由并不成立，因为在此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拨通过以兰的电话，对方只肯以信息回复。我们通过这个分析啊，哈，明显非常不正常。以兰究竟遭遇了什么？此刻他是否真的人在上海？正当警方进行深入调查的时候，以兰的一个朋友接到了他发来的信息。就写了4个字，我被传销。当时提供的就是这样的信息。啊，他被传销，我们在想，他是不是被其他人那个骗出去，然后去搞传销。这段时间以兰行踪诡异，联系不畅，似乎不排除被传销组织骗往外地，进而失去人身自由的可能。但警方对此很快就予以了否定。被传销组织控制呢，他是为了这个通过传销的方式来聚财敛财。这个我们通过对乙某的他的不管是网银的账户，还有他的这银行的账户，他的支付宝、微信等来看，并没有这种这个明显的这个财务的这种转出
或者这个曲线等情况。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传销可能大，可能性很小。警方了解到，以兰1976年出生，连云港本地人，案发前在一家酒店做保洁员，而进一步的调查显示，他的私生活比想象的要复杂，案情也由此指向了多种可能。接到以兰妹妹的报案后，警方首先考虑以兰这次离奇消失是否遭遇了绑架，但从她的家庭状况看，这种可能性并不高。据我们外围调查了解，以某和她的丈夫，包括她的家庭，在我们连云港市属于比较贫穷的家庭。你如果是绑架的话，他应该提出那赎金或者其他的一些要求，但是没有任何的互动，没有任何电话，没有任何的联系，啊，那所以说我们排除那个他被人绑架。为了掌握更直接的一手信息，警方来到以兰工作的那家酒店进行调查。以某呢，他的工作是在这个酒店里干保洁，很单一，平时接触的朋友圈，也不是很广。他在里边做保洁员，我们走访了宾馆的跟他共事的这个宾馆的服务人员和宾馆的负责人，他们同事反映，这个尹某平时性格还是挺好的，跟大家处的也挺处得来。在同事眼中，以兰个性开朗，为人随和，几乎没有和谁发生过矛盾，在案发前也从未表现出任何异常。那么，在工作单位之外，以兰有没有足以引发意外的社会交往呢？其他并没有说外面什么借高利贷啊、欠钱啊这些复杂的关系。他的家人和他的朋友，我们也都走访了，都没有反映出有这种情况。一个旁人眼中平凡无奇的女人，怎么会做出这种不告而别的怪事呢？警方决定到以兰家中实地走访，寻找线索。然而，以兰的家人却说她并不在此居住，而是一直单独在外租房，这一点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他们家里人之前并不知道她在那边租房的，通过她的工友反映，才找到这个地方。这工友对她情况还比较了解，因为平时经常一起保洁嘛，经常会聊天。于是民警来到了以兰租住的房屋，这是一栋两层的民房，以兰租住在二楼的一个房间。居住在一楼的房东说，他最后一次见到以兰是在2018年2月2日下午6点多，这正是以兰平时下班回家的时间。他跟他正常骑电动车下班回到家中，把车子停在院子里，然后就上楼，没有看到什么跟其他不一样的地方。据房东称，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以兰。民警到达时，那辆电动车还在一楼停放着，但以兰本人已经不知去向。最后民警对以兰租住的房间进行了现场勘查，发现屋内生活用品一应俱全。从表面上看，房间里没有被大肆翻动过的痕迹，一切就像是以兰出门上班后的样子。发现他的衣服，他新买的外套，那个包括他的内衣内裤，包括他的化妆品，还在房间没动，都很正常，就跟普通人离开家一样，没有其他什么异样的地方。民警尤其注意了室内有没有因为人身伤害或暴力挟持留下的印记。房屋内并没有发现这个疑似以某被害的一些证据。在出租房内没有发现任何的就是打斗的痕迹，没有任何疑点。种种迹象显示，以兰这次离家外出似乎不是受到了什么人的胁迫。不过令人不解的是，如果这真是他自己的安排，怎么会不随身携带任何生活用品，甚至连换洗衣物都放在家里？更何况相关记录也显示不出以兰有前往外地的情况。就是通过各方面调查，这个人并没有离开连云港。照理说离开连云港，要么坐车，要么其他渠道，他自己也没有车。我们在想，这女的是那个她遇害了啊，还是她自己离开？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警方已经基本确信，以兰的神秘消失是源于某种外部力量的加害。这也就意味着，
2月3日上午，他更新的那条朋友圈信息肯定大有文章。我们就更怀疑了，他的这个信息很可能是别人拿他的手机发的，为了掩人耳目，也有可能遇害。掩人耳目的背后很可能是一次严重的犯罪行为，只是这个拿着以兰手机的人是谁？此人难道就是导致本案发生的真正嫌疑人？警方开始逐一梳理以兰的社会关系，排查可疑对象，随即一个重要人物浮现出来。由于她和丈夫呢夫妻感情不好不服，当时我们也表示怀疑，会不会是她丈夫这个因为和她丈夫有矛盾，然后呢是故意躲避开，或者就是不让家人找到啊这种情况。根据警方的了解，以兰和丈夫虽然没有离婚，但早已分居多年，除了有关孩子的事情，两人平时很少联系。那么以兰这次神秘消失会不会和她丈夫有关？长期的夫妻矛盾是不是导致了本案的发生？后来我们经过调查，当天啊丈夫在老家，并不在新浦。尽管如此，以兰丈夫的嫌疑没有立刻被排除。从以兰长期在外租房这一情况看，这对夫妻的关系非常紧张。考虑到两人都很关心孩子的学习，警方怀疑他们有可能因此发生争执，以兰的丈夫存在雇凶伤妻的动机。这个围绕她丈夫开展的工作，那个她丈夫就是不管是从她的工作情况，还有就是回家的情况，我们通过走访还有调取视频录像，排除了她丈夫的这个嫌疑，可以证实呢，她丈夫确实这个从最后一次这个和易咏梅见面以后，没有这个其他的异常行为，也没有反常的行为。最具嫌疑的人就此被排除。正当警方继续寻找线索的时候，以兰的一个同事提供了重要的信息。那通过他的反应，这个乙某他在我们海州地区应该还有一个跟他相处的比较好的一个男的和他在一起同居。事实上，在对以兰租住房进行勘查的时候，民警就已经发现屋内有一些男士用品。根据以兰同事提供的线索，民警走访了房东。房东说，虽然房子是以兰租下的，但一直以来都是他与一个男子一起居住，两人的举止就像一家人。房东以为他们俩是正常的夫妻，平时都跟夫妻一样过日子，晚上回来做饭吃饭睡觉，然后第二天再去上班，就这种情况。民警经走访得知，这名男子名叫邵强，是一名厨师，与以兰同居已经有3-4年的时间。对，邵明也有家室，也有小孩，也没有离婚，他们双方都是有家室有小孩，但都没有离婚的。据房东称，2月3日早上7点多，邵强离开了出租房，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这个尹某没有出现，邵某也没有出现，两个都再也没有回到这个出租房屋。两人几乎同时消失，这肯定不是巧合。警方认为，或许邵强正是揭开以兰失踪之谜的关键。民警从以兰的家人处了解到，此前他们并不知道邵强的存在。以兰失踪后，他们在四处寻找的过程中才发现以兰与邵强的特殊关系，并立刻和邵强取得了联系。这个乙某的姐姐通过电话联系邵某，邵某自称2月2日晚上确实是和乙某在一起住在一起，但是这个他称乙某是半夜走的，自己睡着了，不清楚具体什么时候走的，也不清楚去哪了。在通话中，邵强对以兰什么时候离开以及为什么离开表示一概不知，而且他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让人心中起疑。尹某的姐姐说，这样你跟我一起去派出所。邵某说，好吧，再联系邵某。邵某就再也不接到电话了。以兰家人的描述让警方立刻将邵强列为可疑对象。这个男人为什么要编造如此低劣的谎言？
说不知道身边睡着一个人什么时候离开的，这个话肯定圆不了这个谎。邵强的谎言不止这一处，对于2月2日深夜到4日凌晨他一直在家熟睡的说法，民警也进行了调查，发现在2月3日凌晨，以兰的手机曾发出过两个微信红包，一个是100元的，一个是200元的，然后这两个红包是在凌晨3:36被一个微信名叫小强的这个收取了，而这个微信名叫小强的就是尹某的男友邵某。既然邵强在2月3日凌晨领取过以兰发出的红包，所谓一直在熟睡也就成了不攻自破的谎言，那就可以推翻这个邵某自称睡着了不知道尹某去了这个谎言。邵强为何要对以兰的家人撒谎？他要极力掩盖的真相是什么？由于此时邵强已经消失，民警撒开了搜捕大网，对邵某的家里周边啊进行布防，怀疑他会也是也有这种可能性啊，怀疑他有可能回到家里啊，但是他当时并不在家。警方对邵强的妻子进行了询问，对方表示他跟邵强的感情并不好，邵强平时很少回家，两人几乎没有交流。对他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啊、行为轨迹啊、平时在哪边都不了解，他以为他在干鱼呢。他妻子并不知道这个邵某和尹某在新浦租房子这种情况。警方决定继续在以兰和邵强的租住处周边进行侦查，并将周边的监控录像逐一筛查。很快，他们就在监控里发现了邵强的踪迹。发现了2月3号凌晨，这个邵某比较异常，他在晚上，在2月3号的凌晨，这个曾经两次背着东西，拿着大包出来。3:21，然后监控拍摄到很远很远一个小点，发现这个邵某啊，开着他的一辆车停在巷子口，后背搬运一个类似人的一个形状一个东西，把这个东西搬着轿车的后备箱，然后驾车离开。因为视频监控比较远，他背的什么东西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明显那个明显感觉他是负重啊，因为他的身体前倾嘛，那个他妈的他负重的东西背下来以后放在后备箱。从调取的监控来看，邵强在2018年2月3日凌晨一直在活动，而身边却没有和他住在一起的以兰。尽管此时案情的真相还没有最后揭开，但每一个办案人员的心中却已经有了明确的怀疑，以兰很可能已经遭遇邵强的毒手，只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邵强再次出现在监控中是在2月3日早上7:58左右，从画面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携带任何物品，随后他将车开出了停车场，再也没有回来过。而接下来邵强的行车轨迹更是令他的嫌疑骤然上升。邵强将车驶离停车场后，8:01经过人民路沈胥桥由西向东行驶，此后先后经过新浦大道、新浦二桥，最终在8:55经过深圳路和永安路交叉路口驶向赣榆区。发现以后啊，他那活动轨迹非常非常反常啊，他去了什么地方？他去了我们那个海边啊，他去了海边啊，他车停在海边好长时间，到后来又离开以后，他要到那县城，到我们城区里面去，然后反正都是不停啊，他就不停地开车。对于邵强种种的反常行为，警方经分析研判认为，这个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与此同时，另一路民警调查后发现，
除了以兰，邵强与另外一名女性也保持着特殊的关系。通过这个时候，我们掌握的邵某另一个情人，陈某，姓陈，是朔阳人，但是他租房住在甘榆新区。我们的工作发现，这个邵某和跟他相好的这名朔阳寒山的女子，他们俩的这个通讯都联系不上了，两个人都处于关机状态。警方调取相关视频发现，邵强和陈某在连云港的甘榆区周边开了很长时间的车，然后又前往连云港市的海州区灌云县以及宿迁市的沭阳县寒山镇。2018年2月8日，警方到沭阳县寒山镇展开侦查工作。通过外地调查反映，陈某也是长时间不回家，包括他的家人也都长时间不在家，都在外地打工。警方通过对陈某的亲朋好友家走访，没有发现陈某的踪迹，似乎陈某与邵强并没有回来住过。我们判断他应该还是在镇上有其他的落脚点，我们就重点围绕我们镇上有可能这个有留宿条件的这种桑拿，还有镇上的宾馆、旅馆，甚至一些网吧，这个开展排查。警方对寒山镇众多场所进行排查，很快在寒山镇某宾馆发现了邵强的入住信息。我们通过监控录像分析，发现正是李某和陈某两个人。你今天就是什么时候？我给你去两个人，你想想。我们直接进门以后，直接就把他按在了床上以后，我们当时就发现了这个尹某的手机等物品就在邵某那里，而且尹某人也不在，大叫了一声，吓着了，把他人突然进去上去把他按倒了，他当时被吓了一下，根本没反应过来。面对警方的讯问，邵强对涉嫌杀害以兰的事实供认不讳。犯罪嫌疑人邵强的归案终于揭开了案件背后的种种谜团。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邵强对以兰痛下杀手呢？他说，2月3日凌晨0点过后，一觉醒来的以兰发现邵强还在玩手机，随即吵了起来。那晚上正在玩手机，也不是说就看人家快手还真是那种搞笑那种，之前吧，他太晚了就要睡觉，但其实他跟他吵起来了，就是小吵架，都也不是什么很大的吵架，都小吵架，这样东拉西我掐了一下，捂着被子那样，一下过火了。因为我就很来气，说这个邵某天白天也看，晚上也看，因为他白天也在家里嘛，说你一天到晚就看这东西有什么意思啊？天天也不上班，窝在家，你还是个男人吗？原来邵强最有厨师的手艺，但在案发前几个月辞职后，一直没有去找工作，整天待在出租房里。以兰对此很是不满，
两人为此争吵过几回，而这一次以兰的情绪显得尤为恶劣，这让少强感到难以接受。然后少母就很来劲，就跟那种内心的怒火一样爆发出来，说你再说一遍看看，你再说我就掐死你。这一幕肯定当仁不让，那时候正在也在气头上，就跟他说，说你有没有，你掐你掐，我让你掐。没想到这个少母真的就上去掐了，当时心里已经好多空白了，已经全部愣了，愣神了。都失去理智的少强紧紧掐住了以兰的脖子，当他反应过来时，以兰已经不再呼吸。惊慌之下的少强首先想到的是掩盖自己的罪恶，他想这个不能把人留在现场，他就到这个之前的车停在附近停车场嘛，他就到停车场把这个车开过来，想把这个姨母这个尸体啊从现场搬走，让他一个人去把这个姨母穿上外套穿上睡衣从楼梯搬下来，搬到车的后备箱。少强说，将以兰放到汽车的后备箱后，他又独自回到了出租屋，用以兰的手机给自己发了个红包，造成以兰此时还活着的假象。他就把床上简单收拾一下，又带了点生活必需品，然后又带了一个毛毯，走了回到车上。这个毛毯就后来把姨母裹着抛尸用的毛毯，裹起来用的毛毯，然后回到车上。回到车上以后，然后就开车往盖玉开了。少强说，在去往赣榆区的路上，他更新了以兰的朋友圈，谎称要去上海打工。然而仅仅一个多小时后，以兰的手机就响了，是他的孩子打来的。少强这才想起以兰之前跟他说过2月3日上午要去参加孩子的家长会，他就把他给挂了，回了一条短信说我在谈事情，让你爸去开。为了不引人怀疑，此后几天少强继续用以兰的手机回复信息，试图扰乱警方的视线。少强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好了一切，但万万没想到很快他就被警方抓捕归案，一起所谓的失踪案件就这样真相大白。就是这些年我们对于失踪案件一直是用命案的思维和命案的机制来做的，我们觉得这样做是对人民的高度负责，是对我们社会公共安全的高度负责。冲动是魔鬼嘛，像始终要在我们的头脑里要有这个我们法律的这种约束，敬畏法律，遵守法律，只有敬畏了才能遵守。这个让我们全民吧，这种提高我们的法治意识。今天晚上我们几个同乡到一位老大哥家聚餐，快结束的时候，女主人突然声称保险柜里的百万巨款失窃了。钱，这怎么回事啊？我们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是谁偷了这笔钱？保险柜里有多少钱？100万。听见了吗？100万！就凭我，哪有那么大力气拿走那么多钱呀？就算你没有，可你老公呢？